不然这样子啊，我觉得这样子拍有点盲目，一点不好玩。现在每个人限十分钟，十分钟，好然后五个主题，十分钟里面要拍完。五个主题，十分钟里面要拍完。好 ，OK。啊，先想一个主题是人像哦，第一个人像。你说到赢哦。好 ，OK。人像一个，车一个，可以。然后想一个人。有定哦 ，OK， 对对。哇 ，OK， 有定啊你。还有一个 motion blur， motion blur， 就是有没有 tripod 用手啊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哪个拍车？你这样子跟他烧起来。那个要多少分啊？这个自己要找，因为你要对它的速度。OK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有 idea 吗？人像、architecture、车、motion blur。几个？四个。啊，第一个拍 reflection 哦。讲 reflection。变化。讲玩法就是我也不知道了，其实。啊、可能车镜子还是地上一滩水啊，还是那种建筑的玻璃、啊。对啊。现在我们开始计时十分钟 ，start。OK， 可以去了啊，你时间开始了。出手不要急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am Gill， 然后今天是六月一号，2020年，然后我们。吓死我！天姐已经跑到不见踪影了。哎，第三，还有两个什么、啊？我怎么？对，旁边我这是。两分啊！给我们重新计算时间。OK， go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你刚刚拍了什么？我刚拍一个女的。OK。哦，可是没有看，我没有拍到你拍，浪费啊！哇，这乌鸦，这鸽子样多，这扛的有意义啊！五分钟啊！其实我放的时间已经很宽了，那个他们玩的是五分钟啊。那个脑波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叫什么 ？Pierre Lambert。
这边快有几张啊？你不要拍多啊！你要拍多也可以了。这样看什么啊 ？Reflection 车，还有一个 motion blur。对，有拍到耶！哎，是，对吧？上次应该看不到吧？啊，对，看它掉下来没？啊，对，有，有，看不到头。哇，我太难了。现在就是明天要拍摄，然后马上再记录的。如果要看影片的话，可以去马克的。毛小波啊 ，building。可以去马克的前面看。毛小波，你拍了几个 ？building 三个。三个，还有几分钟？人像。看一下。哦。呵呵。来，全来。哎呦，三张了都。郑姐可以啊。他把我当主角。人。也 OK 了，确定要全部录完？哦，时间到了。好了，录完。OK。对啊，刚刚没有讲，刚刚是来讲一下你用什么器材的，什么相机，什么 lens？ 我是用 Sony A7 III， 然后一个17-28 Tamron 2.8。OK， so。Nice。完了。刚刚有没有看到他拍的照片了啊？可以。想到第二个人了，就是我。可以来，现在谁要掌镜？来 ，First runner up， 马拉松陪你跑。OK 啊，哎，不，这十个小时有拍十个小时还拍到够哦。要出血。Alright。OK。10分钟。10分钟啊。看得到。看到。Ready？ One, two, three, go。Let's go。9分58.57，9分56。看你跑不跑？哇，一两边，看他能拍到吗？来不及了。可能他这次 aim 是要拍 building 了吧？9分40秒。我看你几分钟？人像，明白？我选个 building， 还有一个什么？人像 motion blur， reflect。人像 motion blur， reflect， building。architecture。
有钉吗？不是。nice。你就好喽。好，你怎么？没有理我，跑到那边去了。你刚是要 S 九？两个都有，下小丘。真是跑不动。说，你那边应该有东西，看看里面。还记得这里吗？那个棉裤边。蛋，剩下最后十秒钟。完蛋，终于拍完了。三二一，叮！终于拍完了。OK。OK。那刚刚我也没有讲，我刚刚用的是 H3 跟 Jack Adapter 借这个。可能是70-200，对对。现在我有点爬上面了。OK，Hello，、okay, 大家好，我是 Adam Dale。So, 今天我用 H3 加 Damron 的2875 2.8。All right， ready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。你拿这个好不好？跑不动了。好气啊！很悠闲啊，慢慢走啊，慢慢挂、啊。他妈的，算了。
车。对，伸到脚，七分钟。来了。Holy！ 哇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勉强有三个，到位，来了。多久？搞定，一分钟。啊，还有一分钟。Nice， 这组快点组上。好好，真久没弄出来哪一根基地了。我们两只手在那儿，我腿都有人，还在挑战，我只能换一下。来，一个人，二，一，接到。OK， 现在我们全部拍完了，然后拿个碗，你们投票吗？啊，对，刚刚你们看那些照片，投票一下，你们觉得谁的比较好看？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跟他讲，跟他讲。对，所以比较这边的啊，你要像狗一样啊。来，我整个 Peace。拍 action 哦，拍 action 的那个 video 还是 photograph 哦，不简单，非常啊，狗一样的。OK 啦，比较这边的啊，我下一个 video 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